OK， 大家，我现在又看到那个马航要起飞，但是是737，不是那个350。那边又有直升机要起飞。先拍马航吗？马航要起飞。还是直升机在等马航哦？应该是啊。马航开始移动了。直升机移动啊？没有啊，它停在那边等马航起飞之后，它才可以起飞。啊，马航加速了。为什么它要等马航啊？因为飞机冲力比较快啊，直升机可以慢一点啊，就让快的先走。起飞了，哇哈！它比较慢了，大姐。对。哇啊啊！大姐，它比较慢哦，它到自己在起飞。对，因为它跑到中间出来，才开始起飞。而且它又比较大声呢。马航比较吵的，比较大声。它是沉的。嗯，比较沉的。换直升机，可以移动了。直升机，换直升机。我从来没有看过直升机可以这样动，只看过直升机最多只能这样子降落起飞，这样子走在天上而已。它可能也是进入跑道才能够让它起飞哦，像飞机这样先滑翔一下。还是他不需要这么长，你看他开始转了，先暂停吧。他现在停在那边，要进入跑道了。啊，所以我打的讲说应该不需要暂停，所以刚才我暂停前应该是5秒啦，可是我刚刚开始，那就是1秒。对，你要不要过去一点啊？柱子有没有挡住啊？直升机的飞机有没有发现到我？哇、哦，轮子哎，我有很大。可以暂停了。